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看《咳论篇》第三十八，就是《黄帝内经》第三十八篇，专门讲咳嗽。好，那这个皇帝说呢，咳嗽就是肺了，对不对？那岐伯说啊，不对不对，五脏六腑都会让人咳嗽，不单单是肺。好，所以我们如果说光是咳嗽看肺，那就不对。好，那有非常多种各种不同的咳嗽的症状。好，那岐伯就解释，皮毛者肺之合也，肺主皮毛。好，那如果是肺咳的话，皮毛先受气，好，这个邪气呢再慢慢顺着经络跑到肺里面去，好，这才是好肺咳。那如果当好这个寒气呢，一种是从表的经上进来会造成咳嗽，还有呢你吃冷的，好，吃冷的食物好下去，那这个冷气呢，冷寒气，胃里面的寒气呢也会顺着这个那个脉好跑到肺里面去，就会造成肺寒，这个呢也会生咳。好，所以肺寒肺常态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你读黄帝内经你一定要了解什么叫做常态，好，就正常，什么叫正常。那心和这个心热火，肺呢是金，存在于金和火之间的关系深刻，它两个相克，克就是互相牵制，在平衡的状态之下的时候，这是心是火，肺是好，肺如果是寒的，心是热的，这两个才能平衡嘛，寒热才能平衡。那如果有一天呢太冷了或者太热，哦，那在火上你这个肺里面太热了，但是心本来就是热，那热加上热就是过剩了啊，那寒的太寒了，啊，太冷了啊，就会造成寒，就造成肺寒。所以说寒的进来的状况呢，有从皮肤表面上感到风寒，然后沿着经络跑到肺里面，还吃冷的东西，好，所以经常食物热着吃，好，吃冷的东西也会造成肺寒，这个呢好是会有造成肺咳啊。当然我们有热的咳嗽，好，但是表面上热它皆生于寒，好，那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的体质不一样，就造成呢表面都是寒的，但里面有的人是里面是寒的，里面有些人呢里面是热的，好，不一样。那五脏呢各以其时受病，好，那平常我们五脏呢好肝心脾肺肾我们落上去春夏长夏秋冬，这是按照时节好来受病。好，那如果是你不是按照这个时节来受病的时候，比如说春天是肝咳，夏天是心脏咳，秋天是肺咳，冬天是肾脏的咳，啊，结果你看到夏天的时候跑出来肾脏的咳，那这就不是因为节气转换而造成的病，而是内脏传出来的。好，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，非其时，不是按照次之的节气来，好，各传以与之，就是从别的脏传起来的。所以人和天地互相是好走相融合的，所以五脏各以治时，哈，敢于寒则受病。那轻微的呢，就是咳嗽；严重的呢，就会有下泻，还有甚至有痛的症状出现。好，那比如说呢，秋天的时候，好，肺先好，秋天的时候肺先受邪，春天的时候肝先受邪，夏天的时候心受邪。好，这个好。陈志英就是讲太阴脾脏，好，这个脾先受邪，好，冬天肾受之，那这个是按照四时的节令好产生的那咳嗽，好，你就记得不按照四时节令产生的咳嗽，它就是内脏传来的。那皇帝就问啊，那你怎么区分它呢？好，那就岐伯说用症状就可以区分，好，我们有五脏的咳显现出来各种不同的症状，好。第一个，他岐伯说肺咳的症状呢，咳而喘息有声音的，好，因为肺本身在上，肺法向天目，里面肺液在好伸张在张卷，你咳会有声音，好，而且会有喘气，好，严重的时候会咳出血来，哦，因为比如你咳得很用力的时候，好，它支气管会破裂，好，会咳出血来，这个是严重，好，那心脏的咳呢就不一样了，心脏的咳呢。咳了以后，咳嗽的同时，心脏会痛，好，同时喉咙里面
好像就会有东西梗到一样，严重的时候，好，咽会肿，喉会有杯的现象，喉就会有堵塞，好，堵塞的现象，好，这个是心脏咳的症候。肝脏咳呢，好，这个两胁，肝在两胁的部位嘛，好，我们是胸胁的两胁下痛，好，严重呢不可以转动，好，身体都不能转动，转动的时候，两个胁下来就会胀满，好，这是肝脏。好，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喉咙。我们这个喉咙的病，这个整个喉部的位置，整个颈项的位置，我们人有四个海，好，脑部呢是髓海，好，后面我会再详细介绍。喉部喉咙这个地方呢是气之海，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十二经络呢，它是像水一样，十二条大水，好，所以它汇在这个水会归于海嘛，终归于海。那脖子这个地方就是气之海，好，所以一般气有病的时候，好，都会影响到这个喉咙啊，喉咙。好，那皮咳的症状呢，好，右胁下痛，好。痛饮肩背，甚而不也不可以转动，好，越一那身体一动，咳得越来越严重，好，那个脾脏呢，这个一般来说脾脏主少腹，好，脾在胁的下方，好，有的时候《黄帝内经》讲的右胁，比如说你以病人，我是病人，好，对我来说是左胁，脾脏左胁，那医生来看是右边，好，所以有常常有左右。好，那过去呢有区分，有人写的不一样。过去就很多的医学家在研究《黄帝内经》的时候，就有的人判断说，这个《黄帝内经》是不是两个人的对话，没有那么简单，是很多的医生哈，他按照慢慢把它记录下来，那利用两个人的对话问来把这个医学传承下来，实际上是很多人的心血的结晶把它写下来。那我们无论他如何哈，无论如何，那我们就要不要误解《黄帝内经》就好了。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现在在去追查以前的东西干嘛？现在最主要是看如何用它。好，所以实际上医生看病人是右边嘛，实际上病人是左边。好，那肾咳呢？好，一咳腰背，腰会引到背痛。好，严重的话咳炎，啊，就是一咳那个痰炎很多，津液出来。那这个只是前面简单的介绍，后面还会分得更细，哪些症状？好，还会分得更细。那皇帝说，那刚刚只讲了五脏的简单的区分的症状来区分呢，那腑呢，六腑的咳嗽，好，胆小声，胃大的膀胱啊，这种咳怎么办呢？好，岐伯说，咳的时候是五脏里面咳很久才会移到腑去，所以是咳呢是由脏先受，好，内脏先受，然后咳很久没有治好才会咳到腑上面去。好，比如说脾咳不已，那脾脏咳很久啦，胃会受之，那胃咳之状，咳就呕吐了，哈，那你常常听到，比如说你将来有病人来找你说，我说儿子咳得很可怕，咳都饭都给他吐出来了，你跟他说这一定是久咳，心咳不会的，啊，心咳不会的，好，久咳才会移转到腑上面，这个是《黄帝内经》就下定义了。那咳得严重的时候有肠虫出，啊，比如里面有胃里面有，那过去呢，我们中国也有农业社会，啊，我们没有这种这个蛔虫啊，这种观念，所以说东西抓了就是社会上常常会有那个寄生虫，好，是寄生虫在我们当年这个农业社会的环境之下是很普遍，好，非常普遍。所以你看过去的医书，很多的药啊都在打虫，好，那这个孙思邈很会抓虫，好，很会抓虫，嗯，好，那干咳不已，胆受之，胆是腑嘛，好。这个时候一咳的时候，胆汁都咳出来，所以你就听病人说啊，我咳胆汁出来，你就说这个人是腹咳，但是是因为肝咳很久没有治好。所以说你久咳的话，你可以从表面上的症状，你可以推理到原来是什么样的咳嗽，从哪个脏出来的。好，那肺咳不已，大肠受之，大肠咳状，一咳大便出一点点啊，怎么一咳嗽大便出一点点，或者放屁啊？那小肠呢，咳就是放屁，大肠咳呢？好，就是出一点大便，为什么这样子哈？以后辨证的时候，诸位可以从这里看。我把所有的辨证全部简化了哈。小肠，就是大肠是围绕着小肠嘛哈，大肠围绕着小肠。好，
那我们在辩证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举个一个观念给你看啊，一个便秘啊，那我们便秘在大肠里面，便秘在小肠里面，便秘在肠子头，便秘在肠子弯曲的地方，便秘在肠子的尾啊，都处方都不一样啊。那你说老师你怎么知道的，对不对？很简单，如果是堵在小肠里面，代表大肠里面没有东西，一咳屁放出来，所以小肠咳嗽是放屁嘛。那大肠里面都堵到了，你一咳嗽大便出来一点点，大肠嘛，哦，这样子先简单这个概念。那我们讲金匮的时候，哇，会讲得很细，哦，非常的细，哦，基本上概念你有了。因为黄帝内经是所有的病的原因，发生的治病的原因，它的中间的过程，哦，到死都记载得很详细。那真的开始动手治症的时候，哦，那是我们的所有的症状处方，这个处方的来源，好，症状通通依据《黄帝内经》的。好，那这个咳而湿气就放屁嘛，哈，大肠咳，对不起，小肠的咳嗽。如果肾脏、内脏的咳一直咳了很久没有好，肾脏的咳会移转到腑，就是膀胱，肾和膀胱是表里，好，那一咳小便就出来，好，所以有人告诉你我咳嗽，你们知道你咳的怎么样？就是咳嗽，那就是出咳。啊，我奇怪，我咳了小便就出来，就是久咳了，已经是久咳了，哦，久病都快从腑脏传到腑上面。那久咳不已，在咳了很多，有一种状况呢，咳到后来三焦受之，三焦咳的症状呢，咳腹满，好，哦，不欲就是不想吃东西，好，哦，三焦的咳呢，这个三焦本身这个三焦是在脏腑好之间，联络脏和腑中间的桥梁都是所谓三焦。那三焦又通到全身的肌肉经脉里面去，都有三焦，这三焦是无所不到的一个地方。好，哦，这个好，哦，那咳而腹满就是它的主症。好，哦，那这个六腑受气皆，因为我们原来这个所有的我们的腑通通受气于胃，所以这个五脏咳呢，好，哦，这个应于肺，所以源于源头在肺上面，那肺再移转出来，哦，那所有的腑呢统统聚，这个气都会聚在胃里面，哦，都是那个最早咳的时候是肺咳，所以咳嗽会让人家呢痰比较多，哦，面浮气，这个气逆，呼吸比较短，哦，那后面这一段呢，哦，只是一个解说注解而已，真正的重要的是中间那一些，哦，比如说肾久咳以气为膀胱，一咳就小便，所以你会常常听到人家一咳小便就出来，哦，其实原因是肾。那你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呢？因为你们以后会学到很多处方，比如说我说这个处方治咳嗽的，好，你吃下去咳就减少了，可是它不会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去它的治它的根，哦，所以一咳大便出来，或一咳放屁出来，一咳小便出来，咳的处方是一样的，哦，但是我们里面附加了一些东西，就是去它的根的所在，这就是我们要去了解《黄帝内经》的原因。好，否则以后我讲咳啊，好，我们讲金匮，好，一咳嗽就讲完了。那你去临床治咳的时候，你不见得可以把咳嗽好完完全全根治。那我们本省话有一句话很好玩，医书加底烧，好不好？那这个不管中西医都很怕治咳嗽，因为咳嗽很难治，啊，但你抓到他的神，咳嗽很好治，好，不是很难的。好，这里就是咳嗽的你要注意的一些地方。好，那皇帝说了，哎，这个《黄帝内经》呢，跟针灸有99%的关系。有处方，我们待会会介绍一些处方，但是只有几个处方而已，不够用的啊，哦。那跟针灸呢，哇，像这个是每一章都跟针灸有关系。那皇帝就问了，啊，那治这个咳嗽，那针灸怎么治啊？好，哦，那岐伯说，这个，治疗法则了，哦，如果咳是脏，还没有传腑，光是脏咳，我们治它的鱼穴。这个鱼穴呢，可以讲五腧穴，井中鱼精河的鱼，还有背后的腧穴也可以，就治该脏的鱼穴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是治腑，好，哦，治它的河，好，哦，就是咳久咳没有好了，移转到腑上面了，比如一咳小便就露出来，那我们治膀胱经的河穴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这就可以。那如果有腑肿的了，代表伤到胃气的，这时候治它的经，好，哦，伤到胃气，那我们可以治这个胃经的好，哦，经穴，好，哦。这就是我们论咳，好，因为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讲了，我就是病理学、生理学，哈，它的病的原因是什么？到现在为止呢，
西医对病的原因并搞不清楚，所以我心里很清楚，很清楚西医怎么回事。每次病人来说，哎，医生跟我说我是什么什么病，我说那医生有没有跟你讲怎么来的？没有。哦，那你医生错了，我告诉你怎么来的。我常常讲，那个病人说你那么厉害，我说对啊，我告诉你怎么来，我讲给他听，哎，这是我，他就像他这样子。好，那西医都是事后发病的时候看到了，可是你就问他病源从哪里来，他不知道。所以我临床上，我常常以后你们会听到，常常跟病人说，你的医生不知道你哪里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知道你哪里来，早就把你治好了嘛。所以他讲了一大堆名词没有用啊。好，如果这个名词都是对的，那你就好了。好。那你讲红斑性狼疮讲了很多，那你如果医生真的知道什么是红斑性狼疮，就把你治好了，知道病怎么来的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讲到为什么讲这个名字出来，就要他只要告诉你，就是说我很懂，对你花钱你不会白花，终于我查到你什么病了，然后治没治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告诉你怎么来的。哦，我常常跟病人是这样讲，病一定有因，所以你如果黄帝内经很熟的时候，查病因就查到了。哦，那我们这里强调一下，为什么我说很早，从头到尾一直在说艾滋病不会死人，因为我看过的艾滋病全部正在阳明，阳明无死症啊，好，所以不会死，好，也就是不吃药就会好啊。可是西医不同意啊，西医是希望，西药厂是希望所有人都生病他才能赚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硬说会死，反正就会把病人搞死，就吃西药搞死掉。好，以后你们会看到一些案例，基本上我们在讲伤寒讲军贵的时候会讲很多的症状出来，然后辨证法，我们的出治疗的手法。好，那临床的时候我会介绍一些案例给大家听。好，所以艾滋病人来，我一开个白虎汤，他吃下去当场，哦，十几年没那么好过，这是白虎汤。好，